欢迎大家来到历史名城江苏泰州。本期旅行的主题是，这是一趟寻找彩虹的旅行。黑白多煞，欢迎丞相回归《青春环游记》，然后也欢迎罗一舟、李若谦、魔女吧。魔女吧，颜色吸到他自己的身上，快找，帮他们找颜色去。我们要找回第一个颜色。我们俩甚至连发型都是酷似，今儿打的就是一双胞胎海尔兄弟。黑色，打，小心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没事，没事。红色。小班用表演直接用手劈。哇，来了！红了，红了，红了！别吧，狂慌。为了小朋友，我们拼了！